们在凌晨17分哦，接获报案，那报案民众说有三楼有火光发冒出啊，那我们就赶快出动了消防车支援，那总共出动了27车55人哦，那总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已经延烧了好几户了哦，那我们总共把民众先疏散出来，总共疏散了全部有6、7户，总共有18个人，18个民众说出对救出来，那有救出一些宠物之类的啦。我们到了现场之后，其实都已经烧出来哈。其实这个要等到后续火调科来鉴定会比较清楚了。不过是到的时候是三楼都全面燃烧。那大概我们这样统计算下有几户烧？目前是5户哈，5户。那我们把其他第6户那边以外后面就局限起来，没有大家再烧过去。那这起火警有报没有人受伤？没有人伤亡哈。